其实我们手就是最好的刮痧板。手虎口可以这样子按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就是可以最重要是双手。这样好像招财猫，不好。最重要是丹田，我们来让各位呢，哈，就是把气练习，把喊出去。拉我们的耳朵，我以前小时候被老师拉也都会呕。多情城市后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